一个哈，这个说明会，说实在，这个环评的树木移植的话，我们应该要找专家来去监督就好，不要叫我们这个百姓来帮他帮你这个一个背书哈。我们对这个树木移植的话，有要有一个专家来做监督是最好的，哦，哎，不要说动不动就是我们里面来做来跟你们背书，那是不对哈，哦。希望你哎，若贴公告，我们再贴公告还是广播，让你们再办。哎，不要你们广播是太频繁了，会扰到很扰民。所以说这个说明的话，尽量能够接，不要把每次都是那个。每次都是把这个环评说明会，树木移植已经讲过几次，还在讲哦，所以说能够尽量缩短，不要说太频繁的说明会，哦，谢谢这两位。好，谢谢曾理事长。不好意思，那我就针对刚刚后面那几位那个市民的一些问题，就有关那个刚刚你刚才讲到那个。联络窗口的部分，那部分我们有把厂商还有我们建筑师的电话都有汇整，名册给各里长去参考，一定可以找得到。然后帮我们督发局的部分，那有关那个移植方式跟区域的部分，等下那个我们房商这边再做个说明。那另外有关刚这女士讲说有关那个福德就是黄石博爱园区这整个的社福的设施，就是从。我记得我没记错 ，B 栋、C 栋、D 栋、E 栋都有一些社福设施。那相关的设施的名称，还有它的面积，那其他部分有关那个公宅的户数的分配的部分，我们在网络上基本上大概都有。那而且在之前跟在环评的和未来在二月一号的都审里面，其实第一标里面都会呈现。那所以说这些资讯都是公开透明的。楼地板面积有吗？这个面积的部分应该都有，这个都有。对，所以我必须跟这女士讲说，这部分之前环评的部分你也问过，我记得，然后您有参与过。那都审的部分，未来都审第一标北区在做都审的时候，他也会做交代。那这部分跟您这边简单做个说明。那最后有关那个就是人口数量的部分，其实因为未来这个地方会提供给不管是年轻还是在地。的人使用，基本上它是1520户，比之前原本2800户，其实少了大概1280户至少，所以它的移进的人口其实它比之前已经相对少很多。再者，因为这边未来的 A 标跟 B 标是 A 栋跟 B 栋部分，就是行政大楼跟社福大楼，它其实是供当地的所有社福的使用，包含市民然后信义区的居民都可以使用，所以这部分我觉得。它透过捷运，透过这个公车路网的部分，它可以把这个有关的那个人口的数量，它的冲击已经算，我觉得是降到最，算是降到蛮低的，不是说最低啊。那基本上交通部分，我觉得它影响的部分应该是不大。这边跟各位说，那最后是有关那个雕像的部分，这个我们之前有想过，那这个要跟我们会跟社会局去讨论。那原本的最初的一个构想，那我要问。我们问社会局说，这部分能不能放到，慈湖那边有两甲的一个园区，就是专门放讲这个铜像的部分，因为我觉得这至少集中的这样子的话，会比一个纪念的一个形式来处理会比较好，而且这个是个很不错的一个雕塑，所以我觉得放在那个地方应该是意义上应该比较大。那个有关那个移植的部分，我想就请我们黄昌这边李总这边再做个说明。不好意思，我刚刚问的问题你刚刚那样讲，我还要去找那些东西，是不是可以这个有一个书面的回复？书面的部分。对对对。书面的部分我们来准备好。对啊。刚刚那个题目的话，都在那边了。对。去准备对。好，谢谢。留个资料，你再对。好好。你给中坡里里长就行了，我是中坡里李明。里长、议员、里长，可以报告一下，我再补充一下那个我们移植的部分。其实我们总共广慈园区那么多树，我们只要。